来了。Enjoy your uni life. Yeah, everything good in US. Okay, 我们等你回来 ，okay. See you in December. December 啊，今天我的妹妹在我，在我。据上次回来，就一直有网友跟我讲，几时妹妹会出现在我的 vlog。现在就我们打算一起下厨煮东西。已经煮到七七八八了。还没有啊，现在开始在煮炒菜了。Start cooking now。煮什么好料？Lady finger with bacon。哇 ，Lady finger 还有 bacon 呢、啊。And scallop。And scallop， oh my god。So hot。哇。还有什么鱼虾？鸡肉，这是什么？新爱哇！人家煮饭，你来捣蛋。哎，你开一点点是吗？我马上来。你开。我们现在在煮麻油鸡，麻油鸡，然后香料那摆满，不是我们。那我也是把。我们这两个菜的废人类下场了，真正的煮厨来了。煮厨，煮厨，小厨。就他们，大家都一直讲要我们做一点 content， 可是还没有做到。然后我妹妹要回了 ，September 要回了，你回来几久？然后我两个月好没 ？Oh my god！ 对啊。然后我也很忙，他也很忙，我们 Oh no， 没有拍到。Like maybe this video we can do something on even 第一天，然后。给拍一点，你要能放在这个 yes 拍什么我可以 yes 11的时候，我们会帮我们弟弟做一个 farewell lunch， 因为他要去外国读书的，去哪里啊？美国啊，他去 LA 读书。Hello，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Kobu Omakase， 接来的吗？来的吗？就做 farewell。到了，到了哇！就成那个美美美到啦，去改。哇，你 outfit I like it， so sexy。妈咪，嗨。嘿嘿。Okay， Titi is coming。Yeah， 这是 Titi 的 farewell breakfast， 哎， farewell brunch。Yeah。我们是餐厅里的唯一主人，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没有，弟弟要出国读书了。So yeah， 我弟弟要出国读书了。So 我问他 ，Do you want to say anything？ Something like 出国了啊。心情的一天紧张哦，紧张，紧张，因为我很久没有出国啊，在马来西亚来这里已经三年了，就呀一点紧张哦。像是弟弟去澳洲读书多久？两年半。两年半了，所以他在这里澳洲回来就 MCO， 就在这里呀，在这边读书。现在终于要去回去读书了，去哪里读书？去美国，在 LA 读书。Yeah。妹妹多久回去美国了？我去伦敦读书读一年。去伦敦读了。在美国，你读啊 ？Boring 啊？没有啊，我喜欢美国，只是去伦敦 Try different. Yeah. Study abroad.
breakfast time. Omakase. Alba and boss, how is it? So this is the second course. Unagi chawamushi. Unagi 的 chawamushi.欸是耶，我们第一次吃乌拉鸡的，吃过这么多，都乌拉鸡都吃过，可是就没有吃过放在蛋里面。try try try， 这个里面是有那个红色，这个是最多咯，然后这个是那个干巴鸡，旁边是那个新面烧包。哦，哪一个比较好吃？哪一个比较好吃？最贵啊！看你了吧。来到最后一道了，这个是 clam soup。Happy for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early birthday. Happy early birthday. Farewell. 这是 Mingo Lucky. 哦 ，OK， 其实是 Happy farewell 啦。Happy farewell. 可是呀，他们说 Happy birthday， 所以就 Happy birthday 咯。Happy early birthday. 吃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吃完我们的 farewell brunch 了，很好吃，好吃啊！谢谢一菲，谢谢一菲，谢谢，请我吃。他在我 YouTube 还要讲谢谢一菲，因为他怕人不懂。So I hope you enjoy your uni life. Yeah. Yeah, everything good in US. Okay, 我们等你回来 ，Okay.See you in December. December 啊，对啊，现在是 August。四个月啊。四个月 yeah, 还是会回来， yeah. 回来了再回去这样子。因为我们 family 都在这里。弟弟长大了，你看这么高了，我这么矮。不够高啊！一下子就这么壮了。OK。Thank you。跟你们讲一个东西。超级小插曲，就是我妹妹差一点点就bang下去前面的车，因为她的那个车打signal要插对去隔壁 ，so close， 我们就要撞上去了，我的新车。对，你看这边转，呀、yeah, ，上去，跟这个摩动作。Yeah, slow and steady， 加油，慢慢啊 ，You can do it， 谢谢，哈哈，谢谢。哦耶！我们安全到了 ，baby 的好开心啊！哈哈哈！耶！现在我们去找 couple room。Yeah. Stop. How do you feel? So stressed. Yeah. 终于啊，终于碰到了。啊。那你要时常驾，你就熟了。Yeah， 你要常驾。嗯。Drive often. 因为我冲车呢。刚才真的是差0.0001就崩下去了，吓死我们了！我本来是睡下去的，妈咪睡下去，突然间被跳起来，跳起来啦 ！OK，pink or white？
都是的。Pink or white, mommy? Pink or white?我觉得我适合戴 white， 听呢？迟到原因是因为我刚才去买了一条 necklace， 才一个手链，喜欢。终于有选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要开动了。今天又回来这个 Villa Tacoon， 就是上次 Maverick 生日那边，还有 Justina birthday 的地方，这次来住了，耶、yeah, ，开心，跟老公来庆祝 anniversary， happy anniversary， 要倒反亲，倒反这样子，对，带你们看一下 room tour。哇、wow, 看一下这个是超级美的 view， 然后这里一个 balcony， 有一个椅子可以给你看风景，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下面的大厅，哇、wow, 很美的风景，上次 Maverick 生日就是在这里搭建那个 booth 在楼下。那我今天就是来秋秋，我也不化妆了，就来这边 relax 秋秋。再来带你们来看一下它的厕所，嗯，整个就是很美丽。然后这个是梳妆的，然后这个是马桶，上厕所的地方是这里。给你们看，这个是 Villa 的下面，你们可以坐在这里看书，超美的。然后这 Villa 是有另外一边的，你看它的另外一 side 呢，就是户外的，可以睡在外面，小孩子玩的东西，有鸭子等等的。我们今天带臭小子出来玩那个 Toy World Adventure， 我故意的，带他来这里玩，现在入门票了哦，看一下入门票的价格，嘟嘟嘟嘟，很兴奋哦，很久没玩了，是哎，我也是，没有，你玩过没？讲真的。我没有玩过，所以我很兴奋。哇哇！这很快耶！可怜的爸爸。电话牌啊，电话牌啊，跟 Q 很 Q， 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耶！千辛万苦啊，这个，耶！你都卡住了哇哇哇哇哇哇